我想慢慢慢慢慢慢和你慢慢慢慢慢慢靠近，慢慢慢慢贴近你的心。我会想着想着你的声音，把你把你把你抱紧，爱你的每一秒全都很甜蜜。王天阳，江小然究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度假村的概念发布会的方案，大家按照意向暖的执行，其他人全力配合。苏总，你的意思是意向暖是负责人？没错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是他？这不公平。度假村的设计方案是他做的，考察资料也是他最清楚，而且这段时间他做的所有资料都没有出过错，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交给他负责最合适不过。我同意。苏晨，有事吗？我还是不懂，为什么要越过我这个主管，把发布会交给易向暖负责？论资历、论经验，都应该是我。江先生，你的工作能力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，但是相比能力，我有更看重的东西。你不适合做负责人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三年前你做过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还留下你就已经给足你情分了。苏晨，我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易向南早就背叛你了，我不想你难过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只知道你让我跟他整整错过了三年。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的很，但是没用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喜欢易向南，现在也是，以后也只会是他。你好自为之。喂，刘元美。江欣然。是我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想要钱吗？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。喂，沈记者。哎呦，江主管呀，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？我这儿有个惊天的消息。哦。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报。江主管。这个牌子怎么摆？你跟我来。今天是我们公司新项目概念的发布会，易向暖是负责人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不能出错，所以你找他，他不敢拒绝。但凡他要是说一个不字，你就把他以前的事儿都抖出来。对，技术部在做最后的检查。姐，好，花篮怎么办？你这盆主花颜色太淡了，另一盆，你还有其他花吗？我跟你去看一下。好。欣欣，你帮我把所有网络和设备都再检查一遍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没工夫在这边搞。啊！你疯了你！你怎么还敢骗我？你答应我的钱呢？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管你那儿要钱，200万，然后我离开；二，我带着你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 ，RC 集团老板娘就是在国外蹲过耗子的女人。放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谁啊？
行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去。苏晨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去趟洗手间。你先上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小暖，你不是在筹备发布会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美国的狱友找过来了，他想逼我拿钱，不然就把我的事抖出去。明天的发布会对苏晨来说至关重要，我不能让他的心血因为我毁于一旦。所以你想怎么做？离开这里，离开苏晨。离开苏晨？嗯，我的事随时会曝光，只要我还留在他身边，他就会被我影响。师兄，你能再帮我一次吗？好，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这里有监控，我得制造一个冲突，跟苏晨摊牌。好，走。幸好你赶过来，稳住了局面。让你查的女人，你查到了吗？就是刘元美，不过已经跑掉了。我已经加强了安保，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向南呢？我也没见着他，他去电话里跟我说他今天有急事，让我替他准备。李浩，你跟我走一趟。查到了，易小姐当时在酒店停车场。好。没成功，被易小暖跑了。你躲一阵儿，等我消息。苏晨，苏晨，你别走那么快。你都没听见他们具体说什么？万一老纪和向暖真有什么，他们哪里会等到现在？哪里会这么明目张胆？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喂，等等我。季千木和易向暖。你好，我是刚才那位苏总的同事，他要我来拷贝一下刚才的视频。我看一下证件。好。季千木，你可真帮了我大忙。今天、明天或以后，明天、今天没有我，我了解，他更适合。友情已上没尽头，恋人未满不追求，希望是我爱而不舍得，我都忘了这是第几次说谎了。原来没爱过，原来没想过，在你身后的我会如此难过，不舍下